神秘记七三章七十节以后，我们准备巴山，去巴山王恶婆他的众民都出来猜疑的，来与我们交战。你耶和华对我说，不要怕他，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凭他的基督交在你手中。你要带他双重前胎，其实本的阿摩利王视频一样三。意思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也将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，我们杀了他们，没有留下一计。是那时我们脱了他所有的神，穷有六十错，没有一错神不被我们所脱。这回阿尼哥巴的曾经就是巴山天恶王的国。这些神都要坚固的国墙，要门要窗，除外凡要去到无床无城墙的乡村。六，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，像从前太师气势奔亡视频一样，把有人人的各上人五年带孩子都杀亲了。七，没有一切新出破丧中的藏物都赐回自己的猎物。八，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让给阿摩利王的兽，将阿伦谷切到黑门山至铁突过来。这黑门山士敦人建为四年，阿摩利人建为四年二。十，消失脱了平原的各城，激烈长之巴山长之，直到实价和以的类，都是巴山王恶国内的城之。十一，呢排以面所先刻的，只要巴山王恶，他的床是铁的，床叫正盖。看四周，就是以人者为土，先见其不是猜阿门人的喇叭么？十二，那时我们得了，这次从阿伦谷边的阿罗尼去，我将基列山之地的半边其中的神迹都给了流片人和加特人。十三，其二的基列之和巴山长之，就是恶亡的国。给了马那西班子派阿尼哥巴全体，那些巴山全体，这叫做利百银人之体。那是马那西之孙阿尼哥巴全境，许多技术人和马家人的交界，就按自己的名称者巴山之妹哈维切尼奥，许多经验。我要将基列给了马吉，接着从基列到阿伦谷，以谷从梅街切到阿门人教街的亚伯河，我给了廖片人和卡人，切要将阿拉伯和靠近约旦河之地的基尼列切到阿拉伯海，超起任海，偏比斯加山等山间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。十八，那是我吩咐你们说，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，你们所要的勇士就要带着便衣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面前过去。十九，当你们的妻子孩子信主，我知道你们要去到的信主，可以出差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。二十，等到你们的弟兄在约旦河那边，也得了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地，要使他们得上平安，与你们一样，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。二十一，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，你前人看见了耶和华你上帝向你以往所行的，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起的国照样行。二十二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那每年真正的是耶和华你的上帝。二十三，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二十四，主耶和华，你已经将你太年太烈献给仆人看，在前上帝在天下要施摩善，能向你行事，向你要这单年的作为呢？二十五，求你用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米地，就是那加密的山地和黎巴嫩。二十六，当耶和华与你的人居
向我发怒不应允我，对我说罢了，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。27，你且上比斯加山荡去，向东西南北赶啊基木赶看，因为你不能够啊过这约旦河。28，你却要嘱咐约书亚，勉励他使他壮胆，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，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赶看之地。29，于是我们往巴比尼对面的谷中。好，